接下来国际手语时间，看看吴龙老师要教什么单字。开口微笑，举手欢迎。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。我是小舒，我是武龙。动动双手，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。哎，武龙，以前你在美国求学，发生紧急事故会怎么办啊？哦，找人帮我打911。那在台湾呢？一样啊，找人帮我打电话给110或119。不对，是0912995110，这个号码才对啊。那是什么号码？台北市聋人简讯报案专线啊，就不必再拜托听人打电话哦。原来，那今天来教大家报案的手语笔法。好，台湾手语的笔法，报案。国际手语的笔法，报案，报案。国际手语轻松笔，听障奥运就看您。